妹妹今天来了呀。啊，早上来的。来参加这个月播音乐节，然后顺便来支持我。今天其实这个天气特别舒服，秋高气爽。我希望呢，下面这首歌，如果大家会唱的话，一块跟我唱。那就请大家欣赏《尘埃》。或许有一天，白首爱你，我能给你。